Hello，大家好，今天要给大家带来国战抗团的一个小系列，希望大家喜欢。那么我们第一局先看一局，由一区玩家明娟提供的素材。那么主视角的话，这边选了一个郭德纲组合啊，这么一个组合的话，自然而然啊，防御能力还是不错的，加上一些过牌，看一下。那么一号位的话，直接加一挂起，无中生有开了一下杀，没有去浪骚。二号位知己知彼，看一下三号位没有大动作表出来啊。喊什么喊？我敢杀你！然后上家亚美德，对吧？蜀国出来浪，那么主视角来一波郭德纲小欧挠一个九，这一刀九杀，正愁这一个九啊卖不出去。那么恰好送过来，南蛮又到手，无中生有。那么手牌的输出能力还是比较不错的，无中生有开出来逃科起，决斗在国拆，南蛮入侵打一波。那么这样的话，马岱啊，基本要娘娘啊，要娘娘。那么就看主视角这边的话，一杀带出来，这一杀，看看蜀国啊会不会去救呢？哎，还真救了，真救了。那我们三间拍出来啊。那么主视角没有用九没有问题啊，这里的话你肯定还是要考虑自己，毕竟已经到了娘血，还是需要一九护命的。那么下家大月亮跳出，勒布斯鼠在这边，他肯定啊走一波，有没有改派 ？Nice， 这一扣瞬间扎鼠想抱团的愿望直接跌入崖底哈，对吧？这应该是啊，不是跌入崖底了哈，跌入了马里亚纳海沟啊。那么接着主视角一弹哈。弹的质量一般般。小乔的话，白银挂起，八号位看一看这边的话，这就是重铸丈八挂起，还是没有大动作。那么现在整体而言的话，扎鼠再加一个，对吧？扎鼠的啊，这个叫什么？剑阁快递啊，出发车了啊。那么那边顺手拽羊，锦衣拿到手，有距离可以去输出，直接选择打吕布。那么这一步啊，蜀国这边有一个小三联动，但是呢，马岱啊，这一个成为了一个突破口，所以的话，这一局啊，哎，这个藤甲挂得非常漂亮了。当然啊，主视角这边呢，瞬间啊，激动的有点早了。我们那边的话有一波铁锁，但是主视角这应该来说可以九火杀的啊，不知道是不是掉线还是啊手残了一波怎么地？你这边他有白银对吧？他要残的话，不对啊，九杀不对啊，这个白银还不是弹一血呢。我等杀佛。我们知道藤甲挂起来他弹的话是不触动藤甲，这应该来说白银也触动不了，还是有风险啊，有风险，九杀还真不行。那么主视角的话，最后一个桃也被拆掉啊。最后一桃也没有拆掉，那么主要刚才应该是手滑了啊，这一个桃子都没能吃起来。那么再看，亚美德，这个没有办法的，人王盾在这边啊。那么所以主视角刚才那个九至少火杀啊，不管怎么讲火杀的话，刚才也是可以打一打的吧。好，我们继续来看啊，现在的话，扎鼠当然这一局应该来说啊，机会渺茫啊，机会渺茫。一个老猪哥，一个马岱，都是一个一血状态在这边，想要赢啊，应该来说有难度。当然，我们看到啊，最强组合青钢剑啊，只能自己挂一波。那边万剑的话收吕布问题不大，兵娘都在那看着了。当然有司马，你说改判，但是他自己收一个人头啊，去输出一波也不是不可以。九磕起来。那么这边啊，还利用甘宁去刷一波啊，那么再利用天香一波弹，所以这边的话，盟军之间打了一个小配合。关键这一下主视角哈，天香一弹啊，手啊不是啊，说错了，刚才是这一个啊，你刚烈收人头啊，刚烈收人头三排到，是刚烈收的人头三排到手吗？对吧？两桃一杀。你的牌太多了，再拆。当然，主视角这一桃到手之后的话，刚才两桃啊，这桃子到手之后啊，爽歪歪了。那么小乔这一波完美打工，我们就应该来说啊，魏国把握了一些优势，直接联动。关键曹丕这么多牌啊，应该能做出一点小输出来啊。
至少有一点点小数。来，你一大捞，又是一桃，美滋滋。九山一刀带赵云，那么瞬间的话，由抗蜀万完全堕入了大危局。那么这一局应该来说啊，带的相当轻松了啊，相当轻松。最后甘宁杀我们，不好意思，嘿嘿，一记卖一波，拆吗？嘿嘿，啊，最强组合。小小王啊，乳臭未干。然后灌石挑衅，让你挑灌石，对吧？然后最后的话翻甘宁、再反馈啊，再反馈。那么我们这边直接一刀九杀陆张飞啊，废话不多说，最后的话这个桃谷拆桥，拆一下甘宁的青钢剑，拆青钢剑无非也就主角这边有个人王盾吧。哎 ，nice， 哪怕司马已经满血恢复，后面的话这边基本就是稳打稳扎了，对吧？不妄动。不去乱输出那就可以了，但是你如果说啊考虑打一刀的话，还是尽量不要浪动啊，就等一些啊寒冰啊什么的，反正啊他要打我们也没有那么容易，对吧？伸手，这个时候选择打我们，那我们主角来刚烈，这一下刚烈的话是直接送了一桃过来 ，nice 啊 ，nice。当然他，如果掉血的话也不是不可以，放逐的话直接保证甘宁那边啊继续掉掉。我们觉得又来一桃啊，又来一桃。那么那边的话有一张，毕竟有一张冰娘啊在控场，所以的话主视角选择这一下呢，直接行动一波压制一波啊。好，第一局的话一个抗蜀啊打得还是比较轻松的，小乔呢刚才是我们刚烈他弹人头的吧，天香一波弹出去啊、好，这是第一局啊，第一局的一个扎蜀，哈哈，分分钟。来看一下第二局，第二局这边呢主视角是战神无敌二六局玩家提供的素材，主视角这边张飞加老朱哥啊，丞相啊，丞相带你飞。那么我们这边的话看一看主角五号位，一号位那边放箭，放箭你放啊，您倒是放呀，对吧？顺手最后还是弃牌了啊，一对儿不放啊。那边万金齐发打一波，主角的话直接闪一个凌波。那么老朱哥张飞啊，如果在后期的话其实还是有优势的，至少你关心如何保证输出啊，杀不会卡你的哈，杀不会卡手牌，对吧？然后基本也能保证控城，所以出牌阶段完了之后就可以保证输出了。那边大雨终于出来了，那么这一炸的话，炸出了大拳熊啊，看看有没有老板吧。那么这一下的话，主角还有桃可以续命。那边贾云和孔融啊，应该来说打嘴是没资的，碰到这两队。最后亮出一个邹氏想过牌，但是一桃科技也就没有了。那么这一局我们看到了是一个群雄跟大卫同时起团啊，死消一掌。那么主视角呢在这边作为一个独苗了，两家我先打谁啊，我先打谁。那么最后呢 Nova 叔叔贴了一下真机锁锁连环，桃还是磕起来呗，杀没有动啊，杀没有动，援交以逸待劳。那么主视角还是没有用十分力啊，那么那边貂蝉一出啊，瞬间局面啊又有了变动，对吧？打群依旧做大。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啊只能说边走边瞧了啊，边走边瞧，你没有一个啊特别好的选择。因为你这像这种局啊，你一旦啊控得不好，那就是天平瞬间倾斜了。那边南蛮入侵继续烧出来，这个啊开的只能说比较勉强啊，有点勉强。因为整个魏国的话刚才好像都没有，还没有出过逃吧，刚才啊还没有出过逃，所以啊你这一个南门啊关键是对队友啊也有损伤啊，有点小损伤吧，对邹氏，而邹氏现在却成为一个突破口。我们看一下曹丕杀一刀，虚虎吞囊会不会找，可以找主视角这边，对，来拼点打了一下甲鱼，五谷丰登再开。那么这一下的话比较可惜了，这个五谷啊直接让全雄拿了一桃，但是全雄现在就是说还是缺一个啊 D
貂蝉跟贾云两个书中脸可以，但是还是缺一个啊，你比如说老板这种抱团，或者说华佗的一个核心保航作用、护航作用啊。看一下曹仁、九杀，都是掉到一起。但是现在整体的格局还是说偏向于大群雄啊。主角，去大汉的国运吧。拿桃，拿桃，没有拿桃，都放到底下去了。那么锁连环直接来。选择三剑啊，砸一下司马那边，直接空城了嘛。所以的话，这一下甭管怎样，哦，群雄直接被带走了。所以的话，你看啊，群雄人多是啊，叫什么呢？人多力量哈、并不很大，缺少一个核心力量啊，缺少一个核心的。那么最后的话，再搜索连环。当然啊，像这里的哦 ，nice 火攻啊，所以甲鱼的玩耍主要刚才被一波控，没能发挥出来。那么这样的话。权位互相对峙的情况下，这一波啊，无论哪方爆团啊，都是比较尴尬。当然，贾鱼利用两波完杀的话，直接带走一个司马加许褚，还是相输出啊，能力还是相当爆表的。那么后面就在于曹丕这么十张牌在手，你恐怕群雄啊没有那么好说。贾鱼已经开始毒奶了啊，一波爆发四杀，看看吧，来一刀。灌石都没能发挥哈、所以你看啊，这里太那个了哈、太轻松了。虽然甲鱼啊这个能力很强，但是呢其他几个啊毕竟太脆皮。那么主视角这边还被截命，当然最后的话也就仅限于此了，带走一家可以了。那么最后其实我们到了一个四人决赛圈了啊，四人决赛圈。那么这边的话，哎，主视角啊失误了，这边人家一个名士之风，还好啊，后面你咆哮可以亮出来，这样的话，我们万箭打出去。当然到了这个地方，你主视角要注意了、其实这个时候呢，你空城哈、曹丕这个人还来找我们啊，麦，这个心是有多大呀？心是有多大？如果是我，我估计啊不会再买了。此乃驱虎驱虎吞囊，给了个六点，还救了一下哈，还救了一下，这个就是最骚的啊，就是最骚的。那么主视角来一次，拿桃和上的国运吧。看来还是想保甲鱼哈，让甲鱼啊去恶心一下人。那么这一个杀留的还不错了哈，不错了，直接打掉。那么最后的话，这边大家啊，这都是各怀鬼胎啊。甲鱼，你想啊。他是手抖了，我还以为他是啊有什么高论的哈、那么一个 K 点自杀，最后呢小娱乐一把，我还以为贾云在想啊，这个时候还想着制衡，这也太哈、太大了。他说最后手残了啊，手残那就对了哈，否则你这里你不打别人，别人就打你啊，你这个时候还想着制衡，你又不是状态满的对吧？你要状态满的话，制衡没有问题。那么最后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单挑的话，空城神技就完美发挥了，完美发挥。大汉的国运吧，野人张飞在此，吕布倒啊乱世之中。好，那么这一局的话，应该来说啊，我们方有一线部分发挥吧，部分发挥。主要你像魏国的话，两家还是甲鱼的玩杀带走，对吧？主要作为一个独苗哈、抗团的作用不是特别明显哈，不是特别明显，主要还是他们两家互相路、这一局选的可能不是特别合适啊。然而制衡呢有一点小发挥吧。好，我们再来看下一局啊，今天可能选材啊都还是有一点点勉强啊，有点勉强。又到了日常的我啊，这个质量下滑哈。这一局由明若细小啊，三七八区玩家提供的素材。那么主视角这边的话是李典加曹操。那么主视角七号位，一号位那边加一，粘土挂起，勒布斯数贴一下二号位，老诸葛跳出。观今夜天象，知天下大事。勒布斯数，这关心想干嘛？这关心也太骚了啊！老诸葛啊，没看到自己乐，那人家刚才乐你，你这啊，这个应该来说啊，确实是有的时候有显示的 bug 啊，这个贴上来乐显示不到，那这个没有办法了，顺手弃牌礼让走一波，分给老朱啊。
商家白银。那么主视角这边的话，直接挂起三金，然后铁锁重铸了，五谷丰登找一找装备，人王盾还是南蛮，拿了一道闪，这个很低调啊，很低调啊。如果是我，我估计会选择拿一个人王盾啊，防御一波啊，防御一波，好吧。当然有的时候人王盾啊，你挂起来金熊可能不一定好出，但是 AOE 又那么多，对吧？所以啊，感觉还是要那个。我乃上将宽凤，可斩大雄。那么这一局我们看到啊，又是全熊开始出来作了，看看老板啊，不会这个时候就选择出来开工资吧？一波带老朱，还真是开了啊！他这个时候想收人头，所以急切开出工资来，带一波节奏。那么关键是孔融那边啊，再往下家打一波，那边已经开始啊张角填风，三号位救一下，还真是啊，还真是。那么三号位的话，这个盾的啊，这个嘴的呢有点牛逼啊，那边又是闪恩美，那像面对这种哈、嚣张的群雄啊。啊，又嘴瞪，又来冲牌，对吧？那我们一定要给他打个下马威啊！我都对不起他们这啊嘴盾的技能啊！啊，嘴盾负面技你不知道吗？那么那边的话，当然啊，这一波群雄暂时而言应该来说相当屌爆哈、啊，对吧？有华佗，恐龙那边还有大礼让，到时候又给华佗，所以暂时这一局我们可以看到啊，群雄呢还是。有实力的啊，有实力的恐龙一逃吃起，那么最后，那我们看一下、啊、恐龙骚操作。这个时候大雄抱团，他竟然选择了直接来一波大横针，当然可以是可以啊，可以是可以，特别呢是可以把一些红牌哈、啊、分出去。这个九杀你想干嘛？你想干嘛？打我们吗？啊。最后分牌红牌啊，基本就是给，那么注意看啊，这个地方他打的就不够稳了，不够稳了。最后是，应叫我负天下人，桃子给一号位，粘土给了八号位。但是那边啊，我们看一下，桃子就起主视角，拿到一张这边，嘿嘿，不好意思，看看啊，是时候展示真正的实力的时候了，对吧？孔融你玩的蛇皮哈、啊、玩的确实皮啊，玩的确实皮。那么一个南蛮再来推一波啊，再来推一波，莫再提起。那么教主啊，这都什么牌啊？大丈夫何惧小节。那么现在就是说群雄呢各个点都开花啊，对吧？我们就有一波火攻再骚，最后华佗，嘿嘿，嗯哼，嗯哼，没货了啊，没货了。所以啊，为什么说恐龙啊刚才玩火啊，玩火，这边华佗打什么鬼啊，打什么鬼啊？当然啊，这三件还是嘿嘿，不好意思了啊，哎，这一步啊就是崩的瞬间崩啊，瞬间崩。所以刚才这个时候呢，主视角直接一波大南蛮啊，扫荡群雄，拿到最后的一个决赛。当然决赛呢，这边我们注意了哈，抗群这是第一阶段结束了，第二阶段这边的话，你一个庞统在这边啊，一个庞统在这边。所以刚才啊，动恐龙呢他急切想着去啊找队友去输出，什么的红莲弩都给了马腾，而不是直接想着说啊要让华佗那边啊去一个急救啊，这个是一个点啊，这个是一个点。然后其他的话就感觉恐龙那个横针啊，横针可以是可以啊，因为你毕竟横针过去之后还是分牌给队友，关键你不能让啊横针到关键。我们再看啊，最后的话主视角桃吃起过山桥，杀一刀庞统。那么现在的话这一个单挑啊，主视角要看点欧气了啊，要看欧气了。哎，对面不行啊，对面不行，主视角直接拿两桃回杀一刀，然后留了一闪啊。如果是我，我估计可以考虑啊，刚才那边的话他这里还是想急切的续命啊，想用这一条命去续。其实他刚才相当一血的时候啊，可以求一波涅槃过牌，那个时候看看暴击怎么样。那你像他现在一直在
每回合过两排，然后慢慢的回血啊，不温不火，但是一直锦囊没拿到。那我们这里的话又把锦囊啊放扔掉了，最后一道九杀，对面终于涅槃。那这一个涅槃的话，主角有过拆，但是对面一张无戏啊，没有粘起来过拆，杀一刀。嗯，这个单挑啊，主角能赢，只能说有怨气啊，有怨气。对面的话，这一个，太鸡了哈，太鸡了。决斗的话，那么第一个必然要，哎呦，主角这个砸脚砸的有点伤啊，砸脸有点伤。这一个觉得万万没想到啊，对面一波，哎，可惜了。最后火攻呢，他想刷牌，结果呢，圣乃可全。来，主角吃个桃，最后杀一刀。没有选择忘气啊，这个时候他的过牌对我们也不友好，以逸待劳，对面又可以回血杀一刀再来，应叫我负天下人不忘气啊，休叫天下人。那么现在关键就是月英啊，一直锦囊呢没有源源不绝的暴击起来，然后装备呢也没能起来啊，南蛮入侵，这个南蛮你开了你手里必须要留杀了，这个桃园开的爱兵如子圣乃可全。好，这个冰娘啊会不会比较关键呢，南蛮入侵对吧，压你一血，冰娘寸断，那我们可能啊这一个冰娘会是一个转折点啊，众将死战会，哎呦，结果这个时候断杀了，当然我们拿到了一个单挑神器钻石啊，钻石。对面呢当然也刷到了人王盾，圣乃可全这边真是此消彼长啊，刚才那个冰娘并没能起到一个很好的抑制作用，对面又是一个桃，那么瞬间感觉啊，对面这边又满血恢复，主视角逃到手，顺手拿人王盾，最后呢杀起来，这都什么牌啊？这都什么牌？看，有逃啊，有逃。爱兵如子，圣乃可全。那么我们打算这一个九杀啊，要搞事情了啊，这个九杀是要搞事情的了。那么我们看牌，无中生有，顺势转羊，拿一下他的手牌，九杀直接。压血线啊，这个压血线，对面这是比看手牌，最后的话我们这一个九啊，他现在想杀我们啊，这不能杀了啊，因为你一旦杀的话就直接送杀，最后宣判自己死刑，国拆桥拆的人王盾，你这个时候不考虑去杀拆一下钻石，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啊会考虑拆钻石啊，你钻石在这边的话可能啊就是强重呗，你自己留有一闪，这个钻石可能他自己手里他都没有闪，有一九啊，有一九，最后还是贵啊，还是贵。哇，没想到最后这个单挑啊，其实看节奏的话，主视角这边啊，跟年幻月单挑感觉还是技能点上还是稍逊一筹，但是哇，没想到他这一个锦囊啊，没能过分的暴击起来，所以的话也就尴尬了。那这一局大玄熊其实局面还是相当不错啊，但是人家还用了第三方技能嘴遁啊，嘴遁，嘴遁的意思就是说，嘿嘿嘿，啊，尽情的来动我吧。下一局，下一局的话由二六七玩家清水南 W 提供的素材，主视角这一局呢，曹丕加，老婆啊，女主男副啊，防调戏没有问题。那么这一局啊，真正的当时标记的啊。差不多十二分钟啊，正片才开始。一号位的话，那边啊半装挂齐。一二位这边啊装备啊挂的挺好的啊，挺牛逼。结果二号位没捂热，对吧？就贴了别人的脸。四号位盲狙一下，貂蝉出来了，调戏。老娘在这边哈，还能怕你？一代劳哦，挂起藤甲四鞋啊，看来不是我们老爹了哈，护庆大人。谁能挡我？飞位啊，不能叫标飞了，飞拳肯定是。一般挂藤甲偏武将多一点，那么主视角直接开始啊，出来挑起大梁，抗抗拳，先杀吕布一刀，南蛮入侵打一下。当然啊，这里像貂蝉率先亮战的话，主将可能会藏一个教主。刚才这边是开了一个游戏哦，那这里又来杀我们，应该来说现在有可能啊一个大群雄的节奏。二号位顺手撸下，这俩人啊，这白银互顺。万箭齐发，并没有教主啊，并没有教主，最好的选择。雷公凯之，好吧，还以为在调查主将。那么主持人啊，要求逃那边的话，还好，我们自己这是本王自己啊，最后的人，那么把这边控住，
他三号位最后还去看了一下一号位。统帅三军，军打仗，张合这个可以啊，这个可以。仿佛星，若青云之。若神给力一点，火铲拿走。那我们这边顺手拿一下步步，最后呢杀一刀刘九续命啊，刘九续命。还有二招，这是不是二招？是张那个越境啊。那越境的话是在哪？那这个都有可能啊，都有可能。这刚才教主什么骚操作？河北上将，你们可曾感受到洪最后，哎呦我的天哪！这个我们可以看到啊，依然是一个群雄啊，有了一个河西马腾，瞬间起爆啊！就时候，那么瞬间起爆之后呢？关键这一个勒布斯鼠，哎呦我的天哪！那么主持人小一把拿酒，那我们可以看到啊，此时此刻群雄大抱团想收主视角这个点没有问题，但是你要注意我们是谁啊，曹丕。那么吕布错过了这个联动的输出机会，当然啊我们有人玩也他也不一定打得穿。那么我们这边啊被乐控住，最后呢好，现在正式是我们抗团开启了。那边桃子拿一下张辽啊，二爷可以打吕布，现在他们就是缺桃，缺桃全军突击，天下大事唯我所。九，没有，顺手再拿，萝卜素素再一控啊，再一控，那么过一下桥。那么现在啊，这一波，但这个拆的，现在注意了，群雄这一波其实好打，其实好打，对吧？只要别打主视角这个点，你们就都有机会。但是呢，他们那边绝特打我们。那你这里搞灰机还想输出，他就觉得啊蜀魏没有逃怎么可能呢，对吧？那么这种情况之下，那么像双头这个地方啊，你看一下他直接硬开五虎，最后打一个国无戏，那国无戏看似呢找教主配合一下，再来两桃，看似已经要跪，然而二爷再次逃逃。这一局啊，其实一般情况下，这个时候真的选择狙击曹丕，还真就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。只不过说，没想到有这么多桃啊！没想到有，刚才应该来算我们的九，总共是四啊，一九三桃就行。然而这一打的话，直接送出了一波我们的大放逐，三人被控，然后后面就是我们的魏国队友张辽抠一下，二爷呢顺手再暴击打吕布。如果吕布这一刀逃不掉的话，这一局魏国群雄啊就凉了，因为后面貂蝉调戏我们调戏不到，张辽和二爷的话状态都好，你双头这个时候起爆的话，也就打二爷和张辽。对吧？那么那个地方继续想带我们，然而此时此刻教主已经没有黑桃了，哈哈，已经没有黑桃了，傻逼了啊，傻逼了。那么最后这个时候继续看啊，双那边还想带主视角，然而马超不放弃我们了，是你最好的。因为这一带之后呢，说老实话，剩下的一位一鼠还是有难度啊，还是有难度，毕竟貂蝉他完美的调戏。那么最后啊，打不死我们还被迫放一个桃园，哈哈，还被迫放一个桃园，你这打的啊，就这一局完美的诠释了，对吧？抱团的时候我们曹丕的屁股是摸不得的，然后最后这个时候就不用我们多说了，日常的一个不是你死就是我亡，对吧？现在就到了你亡的时候，毕竟大行商年度在手，你们有何选择？没得选择。那么这一刀下去又是，只要他一死还不让，那我们再来，只要他一死我们就是三排的时候一家行商牌，有时候后面的话基本你剩下一个教主和那个双头啊娘娘啊，这个时候我们都敢杀教主了，对吧？且算你有闪哈，且算你有闪，你觉得你这个时候没有黑桃不带去、好，最后的话那基本当然啊，二爷成为了这个打工仔了，没有办法，没有办法。那边你们不能怪关羽啊，你大家想想啊，刚才如果曹丕被收，张辽还有一个副将没出，当然啊 是存在一定变数，有时候你就剩下你们三比二，一人一刀，恐怕效率不会太高啊，恐怕效率不会太高。关键是貂蝉每回合的输出那是强命输出啊，
好，最后张辽的话还是没有，所以这副甲啊基本也没有，不知道是个啥啊。我还敲了桃，但是二爷啊基本没有机会。仿佛兮若青云，免掉进攻，来火光打一下，走你啊，不送。什么？夏侯惇哈，夏侯惇，对吧？所以这一局啊，群雄，这一局不能说，如果说群雄第一下、第二下打主视角，这个是最典型的不该这么打。但后面打的话，就有点很无奈了啊，很无奈。盟军就是逃脱，你逃脱不了这一个啊陷阱。那么这样的话，这一局完美演示，哈，我们太子的屁股磨不得啊，磨不得。嗯。好，那么看一下最后一局啊，最后一局，我们还是一个类似的局，由九区玩家徐然康提供的素材，一个同样的主视角是一个曹丕加李典还是张合呢？最后是还是老配合 PDR 组合啊 ，PDR 组合。这一局啊，跟上一局其实类似，所以的话，这两局啊，我们放在儒雅之士啊，放在一起，不需与诸将争功。那么这么一个节奏，通常啊都是主角跟队友大爆团啊，打节奏，然后连一波出招撸出来，对吧？南蛮入侵，小戏沉舟，为天下苍生可一个 AOE 啊，照出了两队。那么瞬间呢，这是我们一个抱团的节奏，火攻扔桃再杀。像这里加一啊，主角可能看一看吧，还是放，还是放。有的时候可能考虑队友跟自己的放逐配合的话，这一个加一啊，但是正常情况还是挂。军争里面更明显一点，国战还是不太明显。好，那边的话，闪电起跳，大师。来乐众啊，好评，但是呢人家分牌出去啊，这就有点尴尬了。四号位看了一下五号位的副将，最后呢吃一桃过五号位那边，这就是重铸顺手撸下家。哦呦，这个给的啊，正在今日666啊，一大佬。最后的话他先秀一个技能出来啊，然后跟大师一大佬打一把火攻国拆桥，桃子拆的有点蛋疼了，只能解密我们。请退之计，请鞭笞我们。盖子组合，那么这样呢，他大过牌，吴国啊，瞬间有一波机会啊，瞬间有一波机会。我们看一下，找主视角这里拼点，然后一扫二打农民和狗货，这个暂时没有问题，对吧？应该来说就是这两个好打一点，曹丕千万不要碰。那么那边再来丈八。一拍狗货走，瞬间啊大梨子贡献了一波不错的输出。那边刚烈的话当然对于这么多牌啊是没有影响，弃万剑可以吧，大师也毕竟一血了，决斗再弃。最后的话这样了，当然啊这边吴国瞬间抱团，大梨子带的一个节奏很不错。当然呢缺一点这种啊香香怒神的核心啊缺一点，所以说现在就是说看吴将啊能 hold 住多久。农民呢三田在手都是要手上连环，你们打一个国无懈，那么我们只能说硬上啊，杀一刀人家有闪啊有遗臣，最后呢留一个白银夏侯惇。嗨，这就尴尬了，这就尴尬了。所以这一局啊大家不要想这三天啊本来还有机会的，结果呢一波掉线应该是，那我们就没有并没有掉线啊，他这个不知道怎么回事啊，反正我们不管了。最后呢四号位还浪费了一个桃子去喂农民呢，也就对话又想贡献出来。那么瞬间大师这么一个小过牌之后呢，自己啊回血啊，自己回血回到两血还是不错的，但是啊好就好在我们这边有马腾南蛮 nice， 那我们这边啊来放逐走一波，最大的仁慈，最后呢杀一刀是个一步一神差别不大。那别人说为什么不打黄盖，你大师核心啊黄盖已经变到一血打了干嘛。那么马腾呢这一下也就是说我们啊送出一个放逐的助攻，然后我们再看丁凤杀一刀那边，那么这个时候啊，有人说请拼点没问题，但是这个时候一个人去地老天荒问题了，
就出大问题了啊！那边说别打曹丕不行啊，说看来牌了，那你再来牌呀、啊，再来牌我就给丁奉来牌。关键我们还是那句话，你大师被扣住，这个少了一个非常有力的支撑点。那么最后呢？当然哈、啊，当然他们感觉也没有逃，有逃这边大师都不一定要救了，对吧？救不动，救不动，他毕竟被翻面。那么这一波黄盖坑爹的送一波放逐啊，送一波放逐。关键还是行商牌送。不怕死，就尽管放马过来。好，最后的话，当然那边我们看到也确实没逃啊，我来为你入殓。好气哦，好气哦，没有办法。过河拆桥。最后，哎，现在的话，最后啊，吴国抗还是完成了，但是最后呢，这边就瞬间调转矛头，转向我们啊，翻面对吧？我们翻面神器，翻面神器，南蛮到手，哎，南蛮，为天下苍生，自当化解私怨。哦，刚才我还说错了，那个望系，我的玄玄呢是放于排队底啊，放于排队底。吾乃儒雅之士。不需与诸将争功，南蛮放到排队底，那么诺布斯鼠在控啊。现在的话，哎呦，这一个天过有点尴尬、啊、一个人去地老天荒吧。放逐，读诗书，上礼，守纲常。吃个桃，杀一刀。小戏沉舟，同心方。远交进攻，诺布斯鼠贴，最后的话还是七杀了。嘿这啊，主持人表示没有办法哈、啊，没有办法，这也太溜了。主持人是直接闪掉，没有去啊，卖血呀。你可以考虑不闪啊，卖个放逐。就冰娘又袭过来了，这样的话杀一刀放逐还是小唐德。现在的话我们手里没有闪的话，哎，那边听过了，我们听过冰娘，可以。桃子到手，蓝血恢复又心里稳一步啊。最后的话直接杀一刀带不走，决斗可以续，决斗直接硬上了啊，比丧命更痛苦，也不怕有杀你跟你互拼了。小戏沉舟，我觉得那样的话你还不如啊留着杀下人，直接一刀带他飞、啊、决斗可以等一等。好，最后的话连弩一波袭对面，还是贵了啊，还是贵了。那么这一局同样的我们就是说啊，虽然刚才他们不一定有逃，但是黄盖选择直接打主视角这一个点还是啊非常蛋疼的。你想想看，刚才如果大师就如果大师不背犯啊，你们而且你无将啊，你毕竟不知道队友手里什么牌，有逃的话大师那样被保住，后面的话他是一波过牌加上拆迁队，对吧？这直接优势到手，你们应该稳一稳啊，不应该动曹丕啊。所以大师那个时候这喊的没有问题，但是黄盖啊打得太紧啊，打得太紧。好吧，那么今天的这一个国战抗团呢，就给大家带到这里啊。感觉选的啊，可能大家啊觉得不是特别好，这样就看一下吧。最后就谢谢大家。